哇，我想可能就是巴西队球队影响。对，因为他们这支球队他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对，那现在从奥运会整体来看，女足的表现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超过巴西。看看克里斯蒂安尼的个人的表演，漂亮，太漂亮了，打门，哎呦，这是一个完美的进球过程啊，克里斯蒂安尼。他在比赛就是进入巴西队的节奏。这个球居然从应该我们看是三名还是四名的防守球员这种所组成的一道严密的防守网之间啊，形成了一个穿越。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太完美了。而最后射门这一下是非常清楚，嗯，去脚下连接动作。哎呦，这真的要用叹为观止这四个字来形容啊！在女足世界当中能够有这么精彩的表现，所以说可怕就可怕在这一点，有马塔，马塔这个有些时候马塔失灵的话，还有克里斯蒂安尼。对，所以这是马塔呢，应该说是一个